德鲁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来了，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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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i, udasio, udas,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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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 udas pipi, pipi, udasi,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的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Oh,
叔叔来问的话，你们是哪一组？布农组。布农组住在这边是高雄，对不对？是桃园区高雄。高雄市的桃园区哪个里？桃园里。桃园里哈，你们是几年级的小朋友？三年级。后面那个弟弟呢？幼稚园高班。他大班哈。那叔叔来问布农族话，你会就讲，不会就说不会哈。妈妈怎么讲？吉娜。爸爸。打马。男生。不知道。女生。不知道。小孩子。不知道，我们没有教。阿公阿嬷怎么讲？阿公阿嬷，呱呱呱呱，会不会？妈，不知道。没关系，你就念，不要怕念错哈。你的爸爸妈妈都是布农族吗？还是一半？一个是大陆，一个是布农。哦，那你好，那你的呢？爸爸妈妈都是布农族吗？布农族啊。好、哦、弟弟你都跑掉了还没问到。好嘞，那叔叔再问一点点哈。那个什么，你们靠近一点，两个靠近一点，等一下这样比较亮哈，就是要抓一下角度。哦，那个我刚刚是问，那你们两个会不会想把布农族话学得很厉害？想。想。很想吗？对。希望布农族话跟国语一样厉害吗？嗯。为什么想学？布农族教学啊。嗯，那学会布农族话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啊、哦？没有吗？谁讲母语啊？好嘞，你们那个放学回家跟平有时候六日放假哈、哦，在部落里面会不会跟邻居的老人啊、大人啊、长辈、叔叔阿姨去跟他一直练习讲布农族话？不会。那、啊、你们不是很想学会吗？那怎么又没有跟大人？上课会错啊。来看这边，一个礼拜一堂母语课够不够学？够。一堂课可以把你的母语练得很厉害吗？对。可以吗？那怎么都不会讲？你一个礼拜几堂国语课？国语课你多久了？对啊，母语是不是只有一堂？有。那母语一堂够不够？不够。对，好，那个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曾心怡。不对。谁啊？老人啊。对，很聪明，是部落里面全部的老人哈。那个牧师啦，学校的母语老师都还跟这个部落的老人请教哦。好，那你们会不会用手机跟平板？不要。手机跟平板电脑有没有照相的功能？有啊。有没有录音的功能？有啊。那有没有录影的功能？有啊。那你跟老人家学母语，老人家讲了很多母语，太多记不住，用手机平板录下来简不简单？简单啊。那这样学简不简单？简单啊。你是不是可以是把它播出来重听练习？可以。懂哈、哦、以后就这样拿这个去学英文啊，学母语，学布农族话，这样把它录下来。有时候去那个部落里面是不是很多老人大人，你想学什么就问，把它录下来，把它背下来，懂不懂？好，那叔叔再问一点哈，眼睛怎么讲布农族话？马大。鼻子。木肚。嘴巴。不知道。哦。啊，那谁？耳朵。等一下。不知道。他说没事了。那个，你们两个靠近一点，我会照比较大一点。那个头怎么讲？不能不。头发。不知道。牙齿跟舌头。牙齿是进步，舌头。来看这边，以后不能说学校没有教那个布农族话，每天都可以问很多老人家，懂不懂？不是等学校教，懂不懂？懂。好，那个，太阳。忘记好了，很热。很热很冷会不会讲？对。白天晚上？不会。好，这个都很基本，对不对？对。
平常要自己问老人家，把它录下来，用手机平板录哈。嗯。那个，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就都还没开始上课。没有，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然后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哦。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嗯。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那可能我们基地，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存，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古生啊，白羊几嘞？来一袋呀。古生啊。培养几个来大人，伊妈培养几个，伊叔叔外培养几个，父母来，伊叔阿叔爷培养几个，老黑本阿婶怎么落寞？我要换，朋友怎么弄？是个烂古人。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花束花纹，我那啥用么？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沟那大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枯是不能安啊，一大碗阿米嘎阿皮和佛路，只有那古娃都告诉娃娃他皮是不安，你爱你妈妈是是玫瑰都没人留意他不那古娃这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宇浩。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阿华村。哪个国小？阿华国小。几岁？几年级？8岁3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海贝，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我为你看不看。
人。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山，这边有看到很多山哈，山跟天空会不会讲？不会。天上的云呢？不会。现在有一点风，风会不会讲？这讲国语都很简单哈，不能族话要问就会了，懂没有？好，那再问一点，那叔叔问一点动物哈，猪怎么讲？马步。狗。阿叔。阿叔。鸡。牛，不知道。我讲国语听懂什么是牛哈、那母语要问，要问老人家，懂不懂？嗯。那个鸭子会不会？不知道。你好，坐这旁，坐旁边，坐旁边。来了。来了。你去哪里玩？过来，你们两个过来。叔叔再问一点呢，你先休息，你可以靠过来，也不要晒到太阳。我累。你都不在旁边休息啊？对。好，那个下雨。乌拉那。好，那个一二三四五。大沙路沙大坝，一马路一堵坝，一马马山。这旁边这个几年级？弟弟你几年级？幼稚园。你二年级。一年级啊，幼稚园。到吧。幼稚园一年级。这个一年级。哦，那是他的姐姐啊。对，抓住弟弟。哦，好，那叔叔再问一点哈，那个蚯蚓会不会讲？不懂。不会。蛇。不懂。不会。啊？不会。我们也听了。蛇怎么讲？会不会？我听。很香，怎么讲？很香。你说妈妈炒菜很香。不知道。很好吃。不知道。很香，很好吃，不是？不会。那个地瓜，地瓜，鸡蛋，芋头，芋头，不知道，花生，不知道，那个，好，那叔叔这样，你好，你几年级？我洗，不懂，我不能被上面听说，被上面看到。好，来，叔叔再问一点，那个。叔叔没有问到你自己会讲的布农族话有什么？乌冬。乌冬是什么？猴子。猴子哦，猴子哈、哦，还有呢？敖肚。敖肚是什么？兔子。兔子还有呢？鹿皮。鹿皮是什么？树。哦，树很好哈、哦，还有呢？石头怎么讲？不知道。房子跟家怎么讲？不知道。不知道。还有什么？再想一下。党共是什么？枪、枪啊！啊，很棒。老外娶那个这里老家，哥哥。还有什么？来，你想到什么？哎，没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刚刚还有。还有会什么？再多介绍一点。没有问。好，来，叔叔刚跟你讲说学母语用什么最简单？那个弄平板跟手机录下来，对不对？你可以录跟老人讲。对啊，你可以录你的阿公阿嬷啦，录叔叔阿姨啊。那不要只有问单字哦，比方说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我是布农族的男生怎么讲？我九岁，我住在哪里怎么讲？要问哈，问句子。你们现在是不是有学造句国语？有。那个布农族话不能都只学单字什么狗啊猪啊，要学句子，懂不懂？用去录下来很简单哈。嗯。每天录一点，问一点，知不知道？嗯。那你的布农族话就很厉害。那你希望布农族话永远存在下去，还是消失不见呢？存下去。好，那永远存留下去，那是要靠谁？我们。对。好，那个，你想以后想会不会想念大学？想啊，想不想念大学？叔叔，哎，跟你已经说他不要 B box 了啦。啊，你等一下 B box 哦。我不要。你会不会 B box？ 一点点来。我早上有 B 嘞。他们刚刚早上有 B box。我不想。随便一点点。随便。就平常练习的。
我们用不需要。随便这样噗噗噗这样就好了。我抽你先。哦，你先啊，我。我不想啊。你点点快点。我告诉你们啊，不行。你看后面。你先好了，你先，你先。哦、你们两个猜拳赢的先好了。再一点，你这一次再一点会。我要走了呢。我不会，我要走。好，你先去玩。等下有空再过来哈。哦。不要上起我吗？我们教练会看看。好。
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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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